人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。知道最近红的是什么吗？是鱿鱼游戏。你们要不留鱼吗？什么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就是碰糖，我们要来跟着他碰糖，看是否可以成功。好，准备谁会先死呢？我要敢死，你死了我就吃你跑，你死了你就不需要打。我死了你，我就不需要打。你死了就要吃你跑。不能嘛？谁先死的话？手就给我伸出来，这样有压力吗？再给我拿一根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悠悠是管理员说，只给你们十分钟，我们拆了这个包装，拆废了九分钟。然后呢，就碰糖割到一半，十分钟到了。太难了，怎么拿出来啊？剪刀拿来，这太难了。哇，好甜啊！把它舔出来啊！干嘛把它舔出来？哪有什么工作人员看别人？帮我拿那个，帮我拿剪刀出来了。想要做什么？小颗碰糖啦。剪刀，这太黏了，我帮你拿个剪刀。没有，不行，这弄了会，你弄了不？看，等下吃不完也是我吃啊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们吃。好，我就不吃。又洗剪刀。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了，你们还剩十分钟而已。十分钟，我来。所以我要负责检查，是不是？好，开歌。那我先从星星有裂痕啊，有裂痕也不用。这样永远看不到你在歌啊。有声音就好。你正在歌哦。不行啊，这歌不好的啦。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。这什么叫歌好有鬼啊？真先断啊！看起来真的是哦，好黏啊！我要割爱心，根本没有要吹的意思。小姐，小姐，不要激动，我就要激动，味道已经出来了。你有用舔的吗？由于是指甲油用舔的，他们舔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哦，我真的有够厌世了。这个小爱心就换我一点。你叫小爱心哦。叫行啊，叫爸爸就要叫爸爸。叫小爱叫爸爸，就要叫爸爸。帮我舔的时候不舔下来，好像穿了。哦耶，有一个地方穿了，我真的不耐烦了，好想把它扒下来哦。真狮子，碰糖没办法舔的，猪脚你太肥了，猪脚你太肥了，好甜。来，让你们自己看画面啊！这人没穿，那你都穿这么深了。主角那个雨伞是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有没有一个图形下来的？没有。可恶啊！
哦，我知道了，未满十八岁禁止参加，我们都未满十八岁，所以割不掉。这什么抓力？边吃。我剪成好好，我还可以吃的。好难哦。差点碎了。它几泡怎么可以？那影片到时候你们自己剪哦。那我就不剪给大家看了，我就直接正面剪。我鼻子真的痛。我去，断了！等一下，好像还没断。对，断了。好。好了，那我们把这个我是游游戏馆里面蹦，我就会被那个顶级戴着鹿面具的那个蹦，鹿面具只是赞助者，好吃哦，你吃。星星的时候心情很好，我现在还在爱心的，我爱心快吃完了。主角他们太厉害了，说不定这不是矿产吗？你也不知道那矿产到底多难得。成功，我开心一辈子。要是我成功，我阅读单就上色。不要是我没有，要是我下来了，有一片下来了，呼呼。啊，没有没有。要是我没成功阅读，我阅读希望单就上色。我要举报！你已无法举报。还有这种东西的。好甜哦！那割不好了，啊，好饿哦！那我要准备割下一个了。看那碎了，还没碎啊，我割不掉。你星星绝对割不掉，从中间裂一半了啊！真的啊？我看，完全失败。从中间裂一半，自己跑。我这次用左手拿枪，对，要左手掰断。碰糖其实是可以的。那我要掰掰看，好建议你不要。为什么？掰断也是会掰成的。那我要用摇的啦。那我要用针把它刮掉。太好吃了，人间美味。因为游戏碰糖的人都很幸福，活到碰糖那一关的都很快乐，因为终于有可以吃的了。
但是还是要割。他知道有参赛者会趁那个工作的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把四下碰成塞到自己口袋中。就这样啊，下期记得订阅我们超超六点多吃圣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记得有人捧干呢。我看你割的绳子这样，妹妹，我看你的。还没有割。你有割，碰。你的呢？没有碎了。碎了。砰砰。还有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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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